各位好，欢迎各位又来到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今天是我们很多乳癌病人所期待的一个单元，乳齿美丽俱乐部。今天来谈谈与乳癌有关的抗癌食谱大公开。第一个就是要建议乳癌病人要天天五蔬果，说这些五蔬果有助于我们乳癌的预防。当然重点是还要远离一些加工食品，包括加工的肉品、加工的所谓的饮料等等，都不要尽量的不要去碰接触这些东西。那另外可以采取的饮食就是地中海的金字塔饮食。地中海饮食就是指的泛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南欧各国的一些日常的生活饮食。其实它常常是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辅以一些适量的红酒、少量的加工过的食品，包括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糖果、巧克力跟红肉等等的饮食风格，就是所谓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加工很简单，减少大量的煎、炒、烹炸的不良的烹调方式，而且选择当地当季的食材，尽可能保留住植化素跟抗氧化的成分。另外，适量的饮酒，红酒在进餐时候饮用，最好是男性不要超过两杯，女性不要超过一杯。这样做好处既不会增加癌症发生的率，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心血管的风险。那要怎么吃呢？基本上五谷根茎类天天吃，另外蔬菜水果、鱼海鲜、坚果等等，每周2到3次，另外就是每周一甜食、蛋跟所谓的禽类，它基本上是每周1到2次，一周不要超过7个鸡蛋，每周吃2次的鱼肉或者是家禽肉。对甜食的部分尽量少用，我们会建议癌症病人应该用新鲜的当季水果来做代替。红肉尽量要偶尔吃，最好是要选择瘦肉的部分。地中海饮食其实它的脂肪含量相对占只有35%，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而且它食用油是用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食用植物油，例如是橄榄油，而且它通常没有一些所谓的人工反式的脂肪的介入，而且尽量是以而不是用什么动物油来做所谓的烹调的方式。那另外一种饮食就是美国癌症协会在2016年2月推出来的一个叫彩虹食谱。这个彩虹食谱就是把蔬果分成5个颜色：红、橙、绿、白跟紫黑色。每个颜色代表不同的植物营养素，每种颜色的蔬果营养作用不尽相同。首先，在进食这种足量的蔬果的同时，应该多种颜色的搭配，食材合理的分布，让餐桌像彩虹一般的瑰丽多彩。这就是所谓的彩虹食谱。红色食物基本上是含有很多基础物质，包括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跟维生素。它其实是提供心脑血管维持生理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尤其是红色食物，含有很多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对身体当中的细胞的活性、血管的生理的韧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重点是胡萝卜素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癌抗癌的一个植化素。红色推荐食物有哪些？牛肉、羊肉、猪肉、胡萝卜、枸杞子、番茄、西瓜、红苹果、红枣、草莓、樱桃，都是红色食物所被推荐的情形。另外，橙黄色食物，因为这些食物都含有天然的抗氧化物质，所以对防癌抗癌其实是很好。尤其是黄色食物当中含有一些维他命 A， 可以保护胃肠黏膜；维生素 D 可以强壮筋骨，对于所谓的癌症的预防更有一定的琢磨，也是一个阳光健康的荷尔蒙。另外，橙黄色素食物推荐有些燕麦啊、花生、玉米、韭菜、黄豆、柠檬、香蕉、柳丁、木瓜、柑橘等等，都是橙黄色食物所被推荐的。另外，绿色食物其实大家都知道，蔬菜很多都是绿色食物的当中，里面有很多的丰富的膳食纤维。重点，这些绿色食物又含有很多的叶酸成分，不但可以保护心脏，对于抗癌来讲也有一定的功效。绿色食物推荐是菠菜、空心菜、芥蓝菜，还有所谓青椒、韭菜、丝瓜、黄瓜、苦瓜、青豆等等，都是芦笋，都是非常好的绿色食物。白色食物通常含有很多钾跟膳食纤维，可以维持血液的良好环境，减少脂肪附着，那避免动脉的硬化。白色推荐食物就很多，鸡肉、鱼肉、山药、莲子、杏仁、洋葱、冬瓜、竹笋、莲藕、豆腐、梨子、荔枝、白木耳、白萝卜、百合等等，都是被推荐的白色食物。
紫黑色食物重点是有一些花青素可以护眼护肝，在我们前波的一些节目也探讨说，花青素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些癌症预防的效果，特别是里面的一些花青素有一些抗发炎，所谓的抑制血管新生的一些效果，对于脑血管来讲、肝脏来讲、眼睛跟皮肤这些紫黑色食物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食材的推荐。目前紫黑色食物的推荐有紫米、黑芝麻、黑木耳、黑豆、紫菜、海带，然后无骨鸡、香菇、黑枣、葡萄、桑葚等等，都是一些不错的紫黑色食物的来源。第二个重要就是要热量限制，尽量不要吃太多的、过多的一些热量，比如说不要吃太多，不要暴饮暴食，尽量把身体的这个热量的摄取尽量的减少，少动、少吃、多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最重要的是，所以少吃多动，最重要就是要靠运动来降低癌症的风险。目前运动呢可以降低13种癌症，对乳癌来讲也是有明显的下降的效果。所以良好的饮食搭配有规律、有积极的运动，其实对癌症的乳癌的预防是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最后做一个总结，彩虹食物搭配地中海食物，乳癌的病人实在好健康。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更多癌症治疗新知请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